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九年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包容、体谅还有爱。你必须要把他当成是你自己的家人来看待，然后去爱他，去包容他一切的缺点。爱情不只是我对你好，爱情是我做每一件事情，我都会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。然后爱情不只是一个我口头上跟你说我爱你，就代表那就是一段爱情。我跟阿威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我跟思维之间没有什么不一样吧，而且走了九年，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。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。Alvin 真的是蛮完美的一个男人呐、啊！如果你对他好，他真的是会尽他所能对你很好、很好、很好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真的是有责任感哦，很会替别人着想的人哦。我喜欢他够节俭，他也是一个很顾家的人，他很疼他家人啊，他那个人也是很善良。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可能是因为他是处女座，他人也太追求完美了，所以他选的人也蛮完美的。一辈子的时间证明给你知道，从你选择我到今天到以后都绝对不会是错的。其实我还蛮感谢所有的一切，让我遇到你，跟你在一起过后我还是可以做回我自己。你让我一次就爱对，然后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，我还是想要遇到你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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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你有我在身边，那种感觉就已经足够了。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能一直一直牵着彼此的手走到最后。老婆，我爱你。 Then when I'm with you